女子 Kipupu 按下捷运内的紧急铃，说有人找她麻烦。一旁绿衣女子对号入座，脾气来了。绿衣女子一个大巴掌差点打掉对方手机，两人冲突一触即发，将车厢当作擂台，不断拉扯扭打。影片中两人扭打一分多钟，冲突的起因疑似就是绿衣的许姓女子不满高姓女子讲电话太大声，先去按了紧急铃告状，对方也不甘示弱，按铃指控对方辱骂自己，接着一言不合爆发全武行。乘务员居中协调，两人依然吵得不可开交，就怕影响其他乘客，最后只好请两人下车。虽然双方事后互不提告，但两人在捷运上失控扭打，遭到民众目睹泼网，这下不仅输了面子，丑态还得在网路持续流传。记者黄天耀、尤涛新北采访报道。这罐顶级海皇 SO 酱，哇，鲍鱼哎，不止鲍鱼哦，它还有干贝、石斑鱼，独家的配方。而且你知道吗？这些东西哦，它配饭、配面，甚至于入菜都很合适。欢迎大家可以去我们的快点购网站来看，里面呢还有优惠的活动。